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母语日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“电狗通宵，下狗弄娇”。电狗通宵，下狗弄娇。弟兄欢迎客五亿。会中激流有利益。古早时代创业者。来听咱讲的俗语，搁较新鲜。这意思就是讲，清朝的时阵，伫台湾所产生的一挂俗语，和迄当时的生活拢真有关系。像咱今仔日讲的“电狗通宵，下狗弄娇”。通宵我知影，是第二个关的通宵日。迄若是弄娇，是倒位我就不知影。龙娇的名以前是原住民所号的，主要是一四季拢是兰花，在日本时代则甲改做迎春。哦，安尼我知影即句俗语的意思啊，伊是咧讲在清朝大兴的时阵，就是全盛时期，逐渐是全台湾的贸易点。到通宵，南部做到迎春。这就是鹿港内外的贸易，有管理习惯的，就是杭交。讲到杭交，就是较早真侪大陆的移民人，大家招招的来台湾做伙创业，做啥物？创业就需要办住处，这个办住处。叫做行交。对，这个行交唔呐做生意尔尔，因阁有调解、排除纠纷，也阁有主持庙会活动的工作，所以有一个办事处是极足方便的。伫嘉庆21年，西元1816年，全台湾设有八交。有全交、下交、南交、报交、横交、密布的密交、邮电的邮交等等。哦，200年前，迄鹿港人生意就做真大。所以当时一直发展到淡水镇的时，另外阁设一个鹿交，专门处理淡水镇。含鹿港两方面的贸易，所以人咧讲电狗通宵，下狗弄娇，这是200多年前的代志。这句俗语虽然是咧描写鹿港伫200多年前发展繁荣的状况，但是咱最主要是借着这个主题来提醒咱大家，咱每一个人。对厝边头尾，也是亲戚朋友，拢爱加关心一下。对，咱就来甲今仔日的俗语搁念一遍：电狗通宵，下狗弄娇。感谢大家。